今日请坐。搁再一摆，众将官，大家午安，大家好。恁有精神是因为恁等下要转去啊。这三天有艰苦无？敢有影？恁袂艰苦，阿公看到我就真欢喜，这些讲啊，嘛是真正常啦。伊遮郁卒遮久啊，好不容易有一条路，对不对？迄个一上课的时阵要甲各位报告好消息啦，哈！这几年来，有真侪人讲要救阿扁啊，啊有足侪动作诶，啊，联署啦、签字啦、啊游行啦，无一个工课是有法度救着阿扁啊。但是呢，你甲看咱这边伫这个后日的报纸四月七日的《自由时报》那边甲登，要求美国政府爱将阿扁啊送往美国。这意思是讲，那是叫陈水扁先生，不是写陈水扁总统。因为其实这个政治内底这局哈，恁拢看无。陈水扁伊是本土台湾人，但是伊去做的是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占领台湾呢是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当局，所以因为有这复杂的物件，大家都未晓看，就火起啊。再讲一摆，台湾这个土地，照道理来讲，《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内底讲啊真清楚，美国是咱台湾这个土地主要占领权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啊，因为伫这1979年的这个啊，做1月1号开始，因为1978年的12月31号，迄一天呢，所谓的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甲美国断交，断交以后，伊这个占领的迄个法律上啊，迄个关系叫脱节去，所以看过呢，先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呢，这个。是伫1979年的啊，这4月，尼克森总统签字，但是佮追溯到1979年的1月1号，安尼呢，将中华民国含这个啊，做美国迄个关系佮接起来，啊，所以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全世界一个国家有另外一个所在国内法，佮咱美国俩，哦，你来，你啥来？这个台湾关系法为什么没有一个日本的台湾关系法，还是欧洲一个台湾关系法都没有，只有美国，因为它是主要占领全国的关系。中华民国这个土地里面，因为让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但是1949年12月3号开始呢，它流亡。什么叫流亡？流亡的意思就是说离开它自己固有的法定的领土以外的所在去设立政府的，那叫做流亡政府。例如呢，啊，西藏在达兰萨拉设的流亡政府，啊，这个叫做以前的法国，伊在伦敦设立在法国的流亡政府。那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啊，德国去占领。比利时嘛是同款，在伦敦设立啊，这啊叫比利军伦敦，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请你猜背很多人不要看，一开始就说就是说、啊、这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其实这都不对的，它真正的名称叫做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因为台湾这个土地不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所以它不能说 Chinese Taiwan， 这不对，这个一定要后面加一个城市，因为流亡政府只有能够在城市啊，落脚，所以刚才现在城市叫做台北，所以 Chinese Taipei 已经足清楚的，所以1949年12月31号，已宣布讲中华民国宣布
迁都台北，其实是流亡在台北。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呢，是有一个流亡政府叫做中华民国，啊，另外呢，伊是代表美国的占领军，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当局。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敢那台湾有两个政府，其实不对，台湾只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就是我们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已经不是政府，但是呢，伊即马往脸上贴金了，一共有两个政府，其实不是的。全世界拢会足清楚的，台湾这个土地干了一个政府，叫做台湾政府。所以台湾政府伫四月份，四月二五，就明仔就是四月份啊。四月二五，咱会伫华盛顿 D.C. 来办一个国际记者俱乐部，来办一个国际记者会。这个国际记者会，不是清清菜菜人，光要底下办一个记者会就可以了。No， 还有是类似要有政府形态的这个组织，才会当底下办那个记者会。所以咱伫迄个所在让板记加回，表示说台湾政府已经被美国政府承认。你用点点呢？哦，啊，你若听着好的，嘛爱拍一下手嘞。啊，表示你知影，啊，你看敢拢唔知影呢？啊，说哦哦，美国政府承认哦，敢那应也无心经啊。四月二十五号，咱要开迄个记者会，唔是，你看中华民国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在那里开过一次的记者会。迄个国际记者会，迄栋内底有一千多个通讯社住宅在里面，所以咱会当底下开迄个会，美国嘛政，美国政府甲咱讲啊，哎 ，Roger， 你们在那里开那个记者会啊，是很了不起的，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因为中华民国未当开，民进党无多开，干那咱台湾政府要底下开，啊，佫无足明显的吗？啊，所以伫外口佫一寡推阿面的，啊，佫搞不清楚，较有可能，咱甲做可能的代志好看。所以恁今日等于会当臭屁一下，去找人讲哦，我要救阿扁啊！当然你是代表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呢，恁拢是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你知不知？你有一张毕业，迄、那个结业证书是终身任职呢，迄终身呢。后摆若讲台湾政府爱考试，你拢免考呢，你拢大佬呢，真正是大佬呢，我唔是跟你开玩笑呢。啊，即摆反应个较差不多啦，可能看到听到大佬哦，即会拍手啦，其他拢袂晓要拍啦。我等于我讲中是完全实际上哦，你唔通看轻你家己哦。所以你即马后摆伫外口伫社会，伫甲人讲代志做代，你也讲你是政府官员，是高级的政府官员。你也那照咱那个看吼，你即个阶级还是啥物？差不多部长级以上啊呢，足大个呢。因为当然啦吼，你爱小可。多读一寡册啦，所以我一直甲你要求讲，你爱读册。其实中华民国册免读啦，迄个假的啊，拢甲你骗的啊，你读个要死。即马台湾，咱的这个新台湾路爱去读啦，所以我今日我甲我的孙仔讲，虽然伊读台大法律系，啊做迄个资讯管理，我讲你免读迄个，中华民国读个无效啦，因为后摆我拢不爱承认嘛。所以你中华民国大学毕业等于小学毕业等于没有念书啦。你不能拍手，因为拍手那个含义也拢不成了。所以真清楚的代志，安怎讲真清楚？就是讲你过去读的册唔对，你所得的结论就是错。这就是安怎，民进党也好，台独联盟也好，国民党也好，美国拢不爱甲伊讲。因为你一开始你就讲台湾地位讲唔对啊，你干那要甲美国要讲话，你是要讲什么话？所以他们根本不理他，不承认。所以四月二十号，这是一个咱台湾政府一个这个分歧点，有这个点真迄、那个分开。所以咱是为四月二十开始，到这个做四月三十，咱才有十天的时间啊。咱派17个人分做两个团，要去伫东海岸甲西海岸。啊，上个重要是四月二五，四月开迄个记者会，再是10点。啊，刷入去呢，咱要拜访迄个国会，啊，要拜访国务院，咱几个单位拢去拜访。你们人就是讲拜访国务院很简单呢，
中华民国从头到尾到今天，连国务院的门口都进不了，是安怎？伊是流亡嘛？咱是真真正正的政府呢。礼拜呢？这样。我们两个可以来演双簧。我讲一下，伊就讲是啊。我讲一下，伊讲是啊。所以咱是真真正正，所以呢，咱伫即个四月二号是明天，后天啦吼。后天呢，您即马等于开始会当开始敲电话，敲电话吼，所有的朋友讲，我讲你啦吼，因为你是政府官员啦嘛，我要来救阿扁啊，大家讲你笑的。啊，你讲吼，啊不，你甲人相处，我若六个月无得救阿扁啊，你我倒咧，互你踢到美国去。啊，若救阿扁啊吼，领导财产拢好啊。我这讲笑啦哈，但是我也当甲各位讲吼，咱为后礼拜开始是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台湾政府代表本土台湾人拯救陈水扁先生，不是陈水扁总统哦，爱听要清楚哦。哎，等下等下，慢急，这法律关系爱搞清楚。我们不是在救中华民国的陈水扁总统。我们是救本土台湾人的陈水扁先生，因为我们基于人道跟人权这两个重大理由。啊，其实咱把美国有谈判过，啊，当然我们这个咱这块行为我们会做成，但是做成以后，你也听我跟你讲。遐一挂迄个独派啊，什么派吼、啊，死狗吼，遐你又搁一大堆啊啦！我无甲你骗，因为网顶就讲吼，啊，殷章清伊拍拼啦，啊，你拍拼规波都无效，迄种人哪有啥物拍拼？对不对？房间唔通惊唔掉去啦，走错房间，干那要救阿扁是要哪救？你家己爱向救咧，我甲你讲，所以很清楚。从明天，我们就会正式这样宣布。啊，所以咱的动作就是四月二十五号，哈、哦，要开迄个记者会。迄、那个记者会来要讲啥？讲两点：第一，台湾政府即日起开始运行，同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所以后摆，咱要去参加任何国际组织，用台湾政府的名义，啊，美国给咱协助。不是免话好啦，恁是成员啦，咱拢是啦，所以你会当讲是我，我讲这个我就是你啦，你听我，我就是你啦，就是那如果啦，好啦，好，谢谢指教。所以呢，恁最无恁臭屁一天半，好、哦，今日报等下明仔，报都还没看到以前哦。你讲你算命算算的，嗯，啊，四月三号哈，礼拜三是这联合报啊，联合报啊，所以呢，啊，联合报我们为什么要登？因为哎，给你，台湾没有蓝绿，只有台湾军，台湾没有蓝绿，台湾无蓝绿啊，台湾哪有蓝绿？迄蓝绿是国民党挑工去分化台湾的，把你分做两边啊，所以莫怪真济家庭啊、哦，先生加太太啊不同。先生支持国民党，太太支持民进党，含咩家庭都分裂去，所以讲不对去。所以后摆呢，咱的台湾政府呢不分，后摆我们可能就只有两个政党，一个就是共和党，一个就是民主党。而且共和党跟民主党呢，就是美国那个共和党跟民主党在台湾设支部，安好冇？对吧？以后啊，过来后摆呢，多开心的，我们没有选举。那现在没选举，我们还在军管美国军事政府统治下面，因为国民党有跟您讲过啊，军管、军政、训政、宪政啊，我们还没有宪法，我们台湾也不会有宪法，我们台湾会有什么基本法啊？这个基本法以什么为蓝本？以明治宪法为蓝本，足清楚的呢。即马台湾的地位非常非常的清楚。台湾民政府是，想到台湾民政府，英语讲 civil government，
四部根本就是民事政府，民间的组织，民事民间的事情的组织，直接政府。民事政府就是按照战争法，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按照万国公法，按照自然法所成立的，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自己要自动成立，但是占领者美国军事政府他要去承认我们这个组织啊，一切咱一个狗。所以有人说咱把人能够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美国不会承认啊。美国为什么不会承认？因为我们告了美国，东西要承认我们有一个 对口嘛，美国的对口单位就是咱，所以呢他们要成立民政府不服了啦。所以是怎样，咱告美国还没完全定案的时候，在2008年的2月2号我们就宣布成立台湾民政府，而且按照自卫权来成立这个民政府。因为是怎样，那人要先人，因为咱已经告美国嘛，一个跟2008年的2月号我已经判断说我们一定赢定了，赢一下就对了，吃定了啦，所以赶快去成立。如果没成立这个台湾一些偷鸡摸狗去捡山的说哦，但是我就没想到说那捡山的那么腿的，他们不懂呢，还好只有我一个人懂但是现在大家都白了所以呢咱因为我们有脑筋我们有尝试咱有知识够学问，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去成立。成立以后呢，美国他不得不承认，所以在2010年的7月4号美国政府给我们通知说 OK， 台湾民政府我已经拜美国帮你找一个 office， 在领事馆区里面帮我们设了一个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的 office， 那个 office 在华盛顿 DC。 从2010年的7月4号一直到今天都在地，每一个月都交几千块的那个管理费呢跟租金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副代表在那里，林德兴先生。我们这件是完全全全叫法律呢，虽然报道不爱给你写，虽然报道不爱给你报道，但是他不能够把我们这些事实都给我们砸掉，不可能。所以2010年的9月8号为什么挑选9月8号？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是1951年的9月8号，所以我们就挑选了2010年的9月8号呢来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成立的酒会啊。美国当局呢五个单位都派员来参加，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 CIA、 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美国的司法部，五个单位都派人来参加。同时呢他们参加，因为我现在我不能去美国，因为我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嘛。美国总统跟我说你也不要申请，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我要叫我申请。所以我今天在台湾是因为说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所以我没有护照，所以大家都这样处理，我就是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出去是因为我代表大家被政治联立在台湾但是其他人都这样处理，因为你代表是台湾民政府我代表所有的人替大家人直接去作奸呐，安尼好唔好？你讲好是啥物意思？有冇怪到嗲就对了？但是别啦，我他哈不会太久了，我很清楚了。总有一天他一定要亲自来迎接我了所以呢，这里就我们在2010年的九月八号呢举办的那个酒会花了很多钱在。华盛顿的世纪饭店举行的在世纪饭店举行的时候那个酒世纪饭店是六星级的，美国所有国家级的那个庆祝酒会都是世纪饭店。那一天呢有180位贵宾，其中呢100位是美国的四大家族的贵宾来参加。咱台湾民政府才有80名去参加去参加的时候大家都很欢喜嘛因为美国有五个单位来，他们都知道我没去嘛，所以他们有拿他的名片国防部啦在单位都有拿名片叫人说拿回来给我。同时那天我们送两张图，这两张图呢就是你们各位你现在在你的右边你看那个右边他说他都没说话图形上
你拿回去给秘书长看就知道了。我一个打开，我就说啊，我们做对了。先看豆饼，豆饼这是什么意思？台湾，事实上台湾是谁的？台湾是那个在湖上面游泳的两只天鹅，是不是？啊，是不是？是哦，啊，不是啦，那个住在那间厝的里面的人啦，什么人？什么人住在那间厝里面？天皇啦。台湾这个土地的主权就是日本天皇的啦，美国跟你讲啊，这清楚你看。但是伊话不爱跟你讲哦，他是送你两张图，你家己去，你家己去想。啊，所以你若有研究的，你一看就知道嘛。啊，第二张图这是什么意思？迄乌乌迄人什么人？奥巴马，奥巴马啦，奥巴马，我人家叫奥巴马。啊，迄是因。蜜雪因太太啦哈，他抱着你看哈，伊是伫圣经的迄个下骹伫选择有啊，啊你中华民国总统选择向什么选择？向伊宪法啦。你看这个国家看错了者，伊向伊宪，所以中华民国伫宪法内底宣誓，意思甲你讲啥？你不能够再用宪法宣誓，然后你将中华民国变个倒。所以已经要台湾人要消灭中华民国做总统绝对不行嘛，你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宣誓，你怎么会要将那个中华民国变成倒？不可能嘛。所以阿扁啊做八年，李登辉做十三年，连续21年都变不倒嘛，没有改变嘛。原因在这啦，他如果用圣经啊还是佛经宣誓就不一样了呢。那时候那个陈水扁在佛经宣誓，还是这个叫做圣经宣誓，他要变就可以变。他在这个做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是说你要忠于宪法啊。所以阿扁绝对他跟你说一句话，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原因在这里。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只看这个看这样而已，你要研究他在什么地方宣誓啊，总统是什么选？中华民国总统是在选谁？我因拢有阴谋的啦。啊，你台湾人讲你，拢相信你啦。其实你若知影，你就讲奇怪啊。中华民国总统在伫宪法选谁？啊，美国的总统是伫圣经选谁？为什么不一样？你都没有，从来没有去怀疑啊。大家拢想讲，那个运动的啊，不一样啊。原因在这个所在。所以咱伫这个明啊，后日的这个报纸的声明讲啊，真清楚。陈水扁先生，伊是本土台湾人，但是不幸，伊去做着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国人非常的不爽，所以就要甲报复，是因为安尼才甲伊关啊。啊，无伊中华民国的官对一个无贪污，形象足好的迄个赖素如，你有看无 ？A 啊，啊，搁是马英九的秘书。可是马英九，迄真正是不只是干那爱将尔啦。他们讲吼，伊安尼，伊倒真好用呢，含100万伊嘛要收。我是感觉讲吼，钱是足好用的。阿妈吼，大家看到钱，目睭都落啦。各位，我爱用这个代志，啊，甲咱在座各位啊，甲咱在严重警告，唔通看到钱，目睭就落，这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钱真好，大家拢人人爱，但是你若不应该你得的，你就卖摕。后摆所以咱的公务人员的薪水，我甲你保证，绝对比现主席来标准来讲，现主席两倍、三倍，甚至五倍好哩。但是要甲你要求一点，爱真真正正来替台湾人民做工课。所以真要紧的一个代志，就是咱普通时，为即马开始，大家都伫外口咧做代志，迄、那个。你做代志时阵，你爱守次序，爱有礼貌，为家己本身做起，以前做袂起的，即马就爱做起。例如真简单，你可讲311的时阵，迄、那个祖妈咪就是迄个叫做啥海啸。你看人日本人排队，有人因为排队排伤久啊，枵死的，伊甘愿枵死，伊就无爱插队。啊，那这四中国来哦，歹文化，叫咱台湾人叫。
教歹去啊啦。台湾人变成吼红包文化啦，啊讲白贼啦，啊都贪心啦，提起就是因家的啦。各位都不对啦，社会变成笑贫不笑娼，社会秩序乱到一塌糊涂，囡仔食毒的足多。即马食毒的伫十个内底吼，差不多有四个到六个拢食毒的。其实那遐食毒的甲禁掉吼，都无代志啊，那无法度咧。台湾的社会就变成安尼去啊，囡仔嘛不爱做工课啊，啊都靠老爸老母啊。所以，咱即马很准时，咱每一个在座每一个人，你的身上都负有很重大很重大的任务，因为咱这是美国。温准之下来这接受受训，后摆大家拢是政府的官员，啊，政府的官员你要以身作则，啊，做好，因为人若跟你讲，啊，你要做官，我唔对，咱要做官，咱确确实想要做官，咱要替台湾人民来服务，来做好的代志，安尼好唔好？你话好好好时间吼，第一唔能去用抓到我先来讲。我跟你讲，我这样去讲实在哦，你不管什么人哦，贪污绝对清查哦，绝对不会跟你客气哦。尤其拄我开始的时阵吼，你卖多你试看卖啊，一定会枪毙，因为后半天没有监狱啊。那之前以后就宣布监狱停掉，啊，即摆你关一边啊，改用鞭刑。好，可比讲一年的，那爱枪毙，还佫有三四十个还袂枪毙哦，做一摆结结就好啊。我讲实在哦，一定一次把它解决掉。啊，即马开始，干那两种刑法，一种死刑，一种鞭刑。啊，即马就甲看，啊，你判二十年，啊，你像一年爱拍几个？我开讲哦，一个月上济吼，拍五个啦。迄五个拍落去吼，我讲一定迄皮吼，一定必平啊。这毋是开玩笑呢，这拢是真的记录呢，阿、啊、玲。拍五个安尼呢？我讲伊种吼，伊安那伊我都倒咧困无，没有办法，爱拍咧困，啊拍偌久？拍一个月。即五个屁股吼，他穿安尼啦，啊拍一个月咪好啊，对不对？来过来，各个。所以我估计吼，伊才一年通天拢咧拍。啊，你是也去做歹代志无？袂啦，绝对唔敢，哈、啊，绝对唔敢。啊，若像即种的吼，真简单嘛。搁甲带一个哈，迄个脚镣、电子镣嘛，啊，就好啊。咱奈着讲，搁甲起厝，啊，搁摕饭互食，搁甲顾，搁起厝互大，啊，着搁嫌热，啊，着冷气互伊。No， 绝对无爱，对不对？对。好，很好，是恁赞成的，毋是我讲的。所以呢。所以呢，我讲吼，安那办两个刑法，所以我们一执政以后啊，在所谓刑法哦，弄个改，哈，弄修改，啊，当然迄个刑法拢废掉了，现主席中华民国法，迄个法律哦，弄改了，爱照日本的迄个明治宪法啊来改，啊，那美国有较好，咱就用美国的陪审团呐之类的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做，啊，我相信以后啊，台湾的犯罪率啊会很低。台湾人的政治好，你无注意到呢。台湾人的这个 DNA 哦，是世界来讲哦，甲日本人同款好。日本人守规矩，咱台湾人嘛足守规矩的。尤其伫迄个拄拄投降的时阵，1945年的啊，做这个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一直超两个月时间内底啊，咱台湾人啊没有犯罪率呢，犯罪是零呢。我会记得阮爸爸以前细汉的时阵，甲我讲哦，人日本警察敢若摕一支迄个竹锤啊，吼，安尼行，安尼尔呢，啊，规个庄内底拢人守规矩呢，大家看到警察就惊。啊，即摆是无共款呢，即摆是嗯诶，老百姓比警察较歹，对不对？所以呢，像这种诶哦，咱若即种哦，绝对要甲改变啦。所以咱即种诶头一天马上宣布扫黑。不管什么人给你检疫，我就先给你抓。有罪无罪，以后再来讲。啊，愈大只，马上清查。这已经和美国讲好啊。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稳定，清查应该啊，怕唔对，后摆再赔嘛。
所以吼、哦，我是足希望讲，即中华民国即吼高官吼、哦，叫来以身试法看看呐、啊。哦，甲咱讲，嗯，你若40万换一块会乱起来哦，拜托你乱，你来试看卖啊。过去中华民国1949年6月15日用1块新台币甲咱换40000块的时阵就无乱啊。我即马用四十叫你写40万来甲换一块，你要乱要乱倒？什么人敢乱试看卖啊？当天若乱，当天就去，就去，无啦，迄变形就好啦。我甲你讲啦，拍落去就知影啦。所以我甲你讲吼，世界袂当讲咱是啥物违反人权，已经违反了，妨碍到我们的人权，所以我们就用阿拉伯用拍卡通片都无代志啊，新加坡用拍卡通片嘛无代志啊，是啊，只要拢无代志，安尼就有代志，免烦恼，我们一定会这样执行。所以我是对咱台湾后摆次序啊，非常非常有信心，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四月二五，咱迄个记者会一个开落去，煞是咱有安排要甲迄个美国的国会啊来见面，啊国会啊个国迄个国务院嘛要见面。所以呢，4月25日，咱所有酒店拢统要去，啊酒店啊高山诶主席嘛要去，啊个配上咱中央诶几个主管去，啊即嘛变做咱。有一部分要留守，啊，但17个去伫美国，啊，美国的咱的海外工作团队啊，我下面合作会，啊，咱拢总是有20几个人啊，伫美国台里活动。咱一个，我相信伫这两天啊，哈，啊，明仔哈，4月1日哈、啊，我们的那个网络啊也公布，啊，4月2日我们正式公布，啊，我们要求，我们发一个声明，美国应该同意。让陈水扁先生赴美，啊，来有一个说明。当时伫咧报纸内底，咱将迄个台湾民政府加台湾政府美国官方承认的文件，甲公布在网迄个报纸顶管。同时呢，将4月25日的记者会也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的文章，啊，加迄个《自由时报》加《联合报》。啊，当然啦吼，这边吼，咱先订这两个报纸啦。啊、相信这两个报纸一个看了、哦、一定会很震撼啊！啊真正台湾人尤其南部吼、哦，拢较爱阿扁啊嘛吼，南部人拢较热情嘛。啊，看到咱这款报纸吼、哦，我相信伊拢会知啦。安尼好冇？所以，即个做我相信咱啊开始声明要开始要救阿扁啊吼。我也相信讲有真侪台湾人吼、哦。咱先卖论讲阿扁有罪无罪啦，吼、哦、阿罪有罪无，毋是咱咧判断的啦。安怎讲呢？因为即个历史讲话啊，国民党都安尼乌白收，啊，即民进党嘛是同款的。你想讲民进党伊奈要选，伊拢下作的啦，下作听有无？伊拢下作的啊，啊下作就厌钱啦，啊所以呢，伊才袂爱选啦。全世界哪有人讲去选举啊好选人？你若当一票给伊，啊伊将摕30块。靠这款这款代志，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呢，所以你要安怎算，你嘛算袂赢。你叫伊卖算，伊嘛绝对袂算。伊讲，啊，伊用一种理由甲你讲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呢、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这句雄雄听很健康呢，但你若搁想一句讲，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你有怎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唔对嘛？啊！即种住伫迄个所在，即、这个所在就是你的。你刚说一间厝，啊，有厝主出现，厝主无一定出现伫你面头前。但是恁只住伫厝的内面，来，大家来公道，讲决定讲这间厝是毋是变做咱的，安尼敢会通？未通嘛，对不对？啊，真若知影，你就知影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唔对嘛。台湾这个土地有主权，主权是啥？日本天皇嘛。啊，为对来为马关条约开始，砰砰砰，啊来甲旧金山和平条，旧金山和平条对。日本天皇没有处分嘛？没有处分的表示说，日本天皇仍然拥有台湾主权，这样子清楚。啊，有简单无？足简单。你来上课了，即马听下足简单的呀。这讲，那甲你讲明哦，无值钱啦，对不对？足清楚，你家己头嘛知影。但你就是过去你的资料你无，啊，你不要去一条一条个研究。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啊，搁。刷了含意大利条约的23条，甲比较日本政府放弃 right title 甲 claim， 啊，意大利放弃 right 甲 title，
哎，两个那两个放弃不一样哦。原来这个这边的意大利黑旗，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啊，台湾呢不是殖民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个所以这个代志吼，有真侪台湾人吼，还是真侪读国际法吼，疏忽去啊。当时开罗宣言无唔对，开罗宣言是当时签咩？1943年的十二月。1943年十二月签这个开罗宣言的时候，确实美国加这个英国有讲啊，那战争结束吼，啊，这将这个台湾这个土地吼，啊，我来交予你啊，做中华民国有讲，因为迄当阵伊那阵是殖民地，就讲台湾是一个殖民地的话，安尼可以成立，可以割让嘛。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割让啊！啊，因为1945年的四月七日，日本天皇公布的明治宪法的这个诏书，已经将台湾这个土地呢的人民变成日本人，这个土地变成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已经不能把台湾割让出去啊！所以人美国伊照国际法来去行，我跟你讲，其实中国人嘛知影，因即马已经知影，这三年来，因遐中国人已经足清楚啊。中国人伫2007年的时阵，伫我研究以后的三年，伊嘛要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因叫武汉大学的迄个啊做啊教授啊，拢总有87个人，甲全世界教授集合来研究。伊用了了三年的时间来研究，伫2009年的年尾的时阵啊，伊嘛出一本册。迄本册咧，就是有关战争法啦。他们讲，我已经研究好底下啦。伊个战争法所讲的，和我讲一模一样，但是伊刚刚一个部分伊漏掉去，就是有关台湾的部分。其实台湾的部分，我跟你讲，因已经啊研究，但是因研究的结果呢，伊歪写伫册内底。研究的结论绝对和我林志升所想的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的时候，我这样跟各位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已经很清楚了，台湾跟中国于情于理于法毫无关系。所以这三四年来，中国的官方他就开始改变了，他过去都很坏啊，跟你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现在不敢说了。你要看他这三年改了，跟他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 因为有一句话已经不是说是核心，这是表示说他来这里改变，他是这大船在洗啊，怎么洗呢？他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如果有一天美国将将这个台湾献给日本天皇的时候，中国他的死呢，怎么说他来这里造反呢？因为他现在先开始将正确的论述让那些中国人知道，让那些中国的老百姓知道以后，是个伊就通转过啊！啊，所以你来看哦，你来看迄个叫做温家宝安尼讲，温家宝呢，伫今年落台的时阵哦，伊人伊讲啥？不是过去讲台湾同胞，即马讲台湾人民，同胞跟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表示讲中国已经开始有伫准备要将真正台湾地位的事实公开。啊，若公开，那要照以前伊的态度啊，公开一定来打台湾。但伊即马知影以后啊，伊就唔敢来顶当啊。所以我讲哦，咱研究这战争真正是救着台湾，因为未甲中国吼发生任何事。所以咱有真侪，咱台湾政府吼有做真侪代志吼，很主席，例如讲，咱去靖国神社，去年、前年咱去一摆150个，两摆啊，第二次220个。这些人去，中国官方没有对我们一点点的批评，到今天为止，你绝对很不可想象的。以前李登辉啊，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啊，落任以后去靖国神社参拜我，吼，回来报纸足片，足大字的，甲攻击啊，攻击伊啊。但是咱去没有攻击，所以可见什么？中共已经非常清楚。因为伊不爱骂咱，就是讲保留跟我们将来的谈判空间呐。伊若即马开始跟咱作对，伊若作对，我一定甲电的嘛。啊，即马因为人家不跟你骂，咱就别让甲电嘛。安尼用哈，所以中国只是啥，只是一个住在我们邻居的一位普通朋友呢。我不爱讲伊坏朋友，因为人伊不跟你骂，你不敢讲坏朋友。伊是骂中华民国呢，你也不要搞错呢。啊，你台湾人吼厚脸皮啦。
甲你脸上贴金啊，人都无甲你骂，啊，你就是讲你该自我对号入座啊。例如，台湾干系列，这個、上海公报，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号，上海公报一共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得知了，你也听到了，哦，你两个人这样说，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各位，咱什么人？咱什么人？咱台湾人啊，跟你有关系不？无嘛，啊，大家说，哦，害了害了，美国要承认了，看到鬼。人讲，因两边的中国人流亡在台湾，遐中国人甲因迄边的中国人，因两个拢去承认，啊，甲你什么关系？你即摆来上课，你就讲，哎，完全没有关系嘞。啊，你来自己去承认。所以，不管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也好，哈，1987年的八一七公报也好，还是1979年的建交公报也好，拢总是遐啊，拢讲的拢是这代志啊，甲你台湾人没有关系啊。啊、所以你看，你这帮个叫咱上课以后，你着每一个甲你跳清清楚楚，你着讲嗯诶。啊，人从来无讲你讲你台湾人，是你台湾人家己叫是讲你是中国人，啊，所以去惊遐，够伊。台湾人是够戆诶，对不对？有戆无？有啊。他，呵，即马拢巧啊，我知影，即马拢巧。确实，台湾人实在是很不聪明。台湾人这种哈料大汉的，啊，当伊这哈是228啦，给你抬落。228是，他没讲吼，228是抬足侪人的。我的资料内底甲我讲吼，1947年2月28号发生，经过15年，1962年的时阵啊，伫省议会的这个做省那个那个警务处的处长回答省议员的答询，伊讲有户口啊，没有那个人的。全台湾有126000人，啊，126000人，咱听讲，不是拢从台西啊，126000人里面，上尾有39100名，就是建京系的。在日本的建国神社内底，供奉39100名，诶，台湾英灵伫内底啦。其他的，真有可能就是228叫台西，哎，台拢差太准，全家呢。迄当阵，伊为着要无迄个手铐啊，拢用手甲你挣迄个啥，挣迄个、迄个烟线呢，迄足夭寿的呢，真正啊，所以迄个郝柏村伊讲哦，没有死那么多人呐、啊，哎，出来领赔偿的只有800人，啊，看到鬼啊，你专家去也灭去，是啥物要出来领钱？所以我讲哦，真正实在是中国人是足苦哦，我甲你讲，我即摆卖讲伤济啦，哈，苦是毋是想内底，但你的心内底。但是呢，后摆这款呢，我的转型正义也把它做得很彻底，绝对不爱客气。例如这个，我昨上课的时候，我讲我读那个叫做中国国情，那堂读的时候，我讲一句：国民党创一个375减租，那嘛给咱骗的。375减租伊啷创你知吗？吼、哦，实在这个贼啊吼，就足厉害。伊将这地主的土地拢没收，哦，哇，375减租要分给那些农民，地主嘛讲好啊，啊，伊讲的嘛有理啊，啊，他们收可能伊若收100亩的土地啦，30%比较好的，伊就要提，那个地嘞，70%要拨农民，所以国民党的东山是为家来啦，啊，你讲伊赚这侪钱啊 ？No， 没收的嘛，3500给你没收啊。他说：“这嘛唔对咧，战争外来滴，我来占领，你袂当改变人民的生命甲财产呢？他怎么可以用375做一种借口？其实迄个375啥，是伫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变成引导的，无人敢讲啊，对不对？我的资料拢有啊，所以像这款的代志，还佫有，还佫足济。”所以你讲，你伫个体制内底，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去甲运转，所以民进党你用中华民国的体制去甲选举，你较选就选袂赢去啦。第一18%你就选输啦，莫甲咱骗啦。台湾人吼、哦，拢是死鬼，毋是干那死鬼尔啦。有好康诶，
伊绝对袂投予你啦。可比讲，可比讲我啦，我公务员，我若退休，我领领18%啦。我的囡仔是我周边的人，若要选予伊时阵哦，要选予啊做所谓的民进党的时阵，我会讲话啊。啊，你选予伊啊，后摆恁老爸这18%无去，安尼敢袂？大家嘛倒，敢毋是？搁来讲，这个也做迄个军公教人员，军公教人员嘛是同款啊。伊不断的很多福利予你，老吴啊，予你福利，看病免钱，摕药也免钱。各位，迄款你要你叫伊来转予你，敢有可能？不公平的选举不能叫做民主选举啦，但是民进党你该胜，因为贪图那个30块，同时贪图那个50块，今日报纸有吗？哦，台联啦，今日报纸啦。每一部拢有啊，讲台联，因为差100万票嘛，啊，一票一年会当领50块嘛，安尼伊有2亿外啦，他能够生存啊。你只能够生存，搁个支持，搁去选举，你就投起啊。所以你叫讲卖选，你讲袂赢。见面来甲讲的意思讲哦，啊，拢无选了嘛，中国人拢掉了了去。我甲你讲，中华民国民进党。甲中国国民党有什么差别？中华民国民进党就是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什么？中国啊，刚才有疑问。啊，中华民国民进党甲中国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你甲我讲，甲有啥物无共款？无呢？有不一样吗？啊，问题是台湾人袂晓想啊。啊，所以民进党的人走去中国，伊甲你讲，啊，无你咱要选好我。你真正台湾人，真正是防不起，搁替人算计，这是上好的例啊。当然啦，我常常上课，我讲一个例，这个生物界内底啊，狗遐有一种狗遐上界标准，就是中国人甲台湾人同款，红蚂蚁甲黑蚂蚁。红蚂蚁是夭寿病端，物件放在伊头前，伊都无要食，都爱甲饲，伊才要食。红蚂蚁，但这种红蚂蚁要求派暴力，所以每年6月、7月的时候，那红蚂蚁就集合起来，去一个黑蚂蚁的洞内底，将黑蚂蚁拢杀杀死，刷的是将黑蚂蚁身体上面的体液抹到伊身躯顶。啊，然后呢，伫将迄个黑蚂蚁内底的卵啊，甲夹登去阴道的洞穴甲藏，啊，免偌久就黑蚂蚁就孵出来。啊，孵出来的时候，黑蚂蚁拢蚂蚁拢用迄、那个。皮啊嘛，嗅觉嘛，伊感觉迄黑蚂、迄红蚂蚁的身躯的味，甲伊红蚂蚁的、黑蚂蚁的身躯味同款。伊就是讲伊是伊的老爸老母嘞，就开替伊做工，替伊摕食物，啊，一世人拢做奴隶。咱今日台湾人同款一模一样，遐中国人就是红蚂蚁，咱台湾人黑蚂蚁，咱做一世人的工。你的身份证摕出来看，你就知身份证的背面，你敢知影？有迄个暗号，你敢知影？你也看，甲摕起来，互你看，迄、那个身份证啊，身份证背面，迄就是甲你讲，你就是奴隶啦，你家己唔知影尔啦。你有看无？这个所在，你家己看你的身份证，遮有啊？我甲你讲，你若讲真正用数字，你甲印出来互看嘛，对不对？是安尼爱用迄透明的，互你唔知道。有个人为出事甲死以后啊，伊都还阁唔知影伊的身份证顶完号码。我问你咧，这个号码我无讲以前，你知影举手我看。无几个嘛，两个嘛。啊，你知影迄啥物意思无？你迄号码就是甲你讲，你写奴隶啦，恁拢黑蚂蚁啦。人号码的号码甲你无同啦，因的号码无同啦。啊，伊嘛有嘛，伊号码无共啦，伊就注明讲，我就是征服者，我是占领者啦。你啊看咩啊？你做一世人的奴隶，你搞家己搞不清楚啦。所以你的足侪代志吼，那唔是讲你来上课，美国甲咱讲，甲破解，真正拢是做戆人，做一世人呢，做甲死都唔知，足打拼，你甲趁钱，你甲缴税金，你甲做兵。台湾人看有偌可怜就好，所以今日你若拄到外口，你甲你骂，我甲你讲啊，
你爱笑笑就好，因为遐个人实在是不懂啊，你要可怜他啦。敢若会黑蚂蚁伫饲迄个红蚂蚁，同款的心态。伊的鼻，伊叫是讲遐个红蚂蚁甲伊同款，其实不一样呢。咱人，咱台湾人甲伊中国人无同款啥？伊中国人用册教育，甲你讲你是中国人，啊，所以你想讲是中国人，啊，你做工是应该。啊！甲你讲，无做，什么人来管拢同款，啊，无做嘛无通食。各位，绝对无同款。台湾人做，你应该一点钟会当赚一千块，但你做奴隶，你一点钟可能赚十块尔尔。剩咧去用食，伊拢搞不清楚。你看有可怜无？所以我甲你讲吼，你今日转去，你无早想，你待转去，你看你咧怨叹死。哪讲这个号码是公开，你为什么不要印清清楚楚，大家看得到？为什么？这里有秘密嘛？因摕这张去的时候，伊当证明讲，伊是占领者嘛，伊是占领军嘛，咱家拢戆推的嘛，生来就做伊的奴隶嘛，有清楚无？各位，你也看，你唔知影，你袂感觉伊可，就是正。那都跟你讲吼，啊不相信你的吼，你讲啊，你有身份证嘛？你摕出来看麦啊！你叫伊摕出来，你也讲迄个说，你讲你知影这号码什么意思啊？你叫伊跟伊讲，啊有清楚无？足清楚呀！说台湾人到今日，我相信咱到今日以为止啊，因为你上过这节课啊，恁对台湾的地位已经足清楚啊，恁后摆袂阁再做奴隶啊！你讲对不对？就是你去做工赚的钱嘛，是你家己的，你免去甲交税金，对不对？你若一点钟会当赚一千块，一千块而已，就是你赚的。但是伊用各种的方法，甲你扣税、扣遐、扣遐，啊，一年赚一千块，剩赚一个三百块。咱若台湾政府接着政权，我第一项我就甲美国讲，我台湾互伊占领，我同意，我承认，因为我建树你嘛。但是照正经话来滴，我和你见面，我来滴所做的物件送去美国免税金。那免税哈，我讲要马上台湾的生活啪马上，啥那个美国所有大金公司看到这哦，马上在台湾设公司。我跟你保证。设公司啥？伫台湾设公司了，物件生产送去美国免税。啊，台湾人直接设公司，公司嘛免税。咱吼，足好过啦。台湾也足好过啦。当然就不用发票，没有错了。但是地方的税仍然要有。哎，你袂当讲哦，啊，拢免税，安尼政府的税我拢歪缴，唔对呢。啊，你拢歪缴。啊，涂骹唔免铺一个地板啦、啊，啊，迄马路吗？唔免铺吗？要嘛，地方建设都爱好在议员来往赶快有迄个预算。但是呢，即马后摆议员啊，薪水500块尔尔。美国的议员、县议员啊，薪水偌济？500块而已。人美国伫做县议员，遐人是社会的士绅呢，做新书的人才会当做议员呢。不是说你清清菜菜，那台湾的议员都是黑道，越大尾票越高，好奇怪啊。你感觉奇怪，他怎么会住很简单的啊，我如果是黑道也很简单啊，我去您家去李长的家，哎，李长伯啊，你这有几票？他说 100票，来，我要30票，我这200万给你，他就出国去佚佗啊。啊，你如果没给他200万，如果要30票，如果没给他哦，伊叫人甲伊抬啊，啊，大家拢也惊死啊，对不对？啊，伊讲我若有30票，我等下我阁付你200万，啊，伊太袂调，绝对调诶！我甲你讲，即种人选举敢有公平？无嘛，对不对？啊，所以变做台湾拢啥乌道去调，当然毋是讲无好诶啦，有好诶，但是好诶吼，选两届就破产啊，无贪污就全部咧破产诶嘛。靠他有几个人懂，所以安瑞社会就提到现在就是这款型啊，提到现在现在扣二纸的
做工的拢是台湾人。伫公园去饲狗的，去中国娶少年某的，拢是中国人。伊娶少年某还阁无要紧呢，娶出来伊若死了，咱如果甲饲一半呢，是可恶啦。但即摆我无爱讲这啦，吼，即摆讲这呢，第一，互遐人愈惊，安尼嘛无好啦。叫平行，我是已经讲的，咱甲中华民国中间啊，要和平，而且要怎么样？要无缝接轨，安尼好冇？所以呢，唔免制造，唔免制造，你听我，唔免制造意识形态，一律按照法律，会记得，一律按照法律来进行就可以。所以呢，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代志。我只用这个这课吼，爱考各位啊。确确实了解。啊，这节课呢，还佫爱甲各位讲的，就是因为我这个昨这个中国国情哦，我无甲各位啊上课，是因为拄好蔡明华回来嘛，好、哦，咱的主秘代表嘛，同时是我们的副主席嘛，所以我两节课呢啊先让伊去上课。啊，我今日简单来讲一下中国经过哈、哦，现主席这个国际上来看是美国欠中国钱，这是没有错。啊，美国欠中国钱是啥？因为中国伊个劳动力很便宜，啊，所以伊很便宜呢，所以真济代志拢是走去这个美国吼、哦，诶，真济代志拢是伫送去伫中国伫生产，所以呢，伊这个生产呢，啊，就袂予美国缩小啊，啊，美国人嘛是同款啦，因为经济一日无好啊，各项物件拢袂俗啊，啊，所以中国人啊，最近伊嘛讲一句话，我们卖给美国啊，是有毒的食品呐、啊。因哦，因最早拢有毒的嘛，对不对？你若看了报纸，哎，有一种法菜，你知吼？法菜竟然也当用他们做呢，好，你做法菜去吃，哈、哦。阿姨讲哦，美国我们卖给美国啊、哦、是有毒的食物，啊，美国卖给我们是有毒的债券。什么叫有毒的债券？因为美国现在欠中国钱嘛，不行啊啦，啊、哦，不会还的啦，啊，那个不会还。我可以判断绝对不会还了。你看欠人钱不爱行，会使吗？会使吗？会使，打一仗就解决了。荷兰当年啊，荷兰欠美国钱，打一仗，债务取消。西班牙欠那个美国钱，打一仗，债务取消。啊，现在中国跟美国来讲，美国欠中国钱，打一仗会取消，所以美国一直想要减。为天安舰开始，甲钓鱼台、甲南海，美国伊想无空啦，一直伫演习啦。啊，中国都啊，嘴讲啊足笑诶，吼偌歹，拢无要点人。甲迄个北韩同款啊，迄金正恩同款啊，伊为着要巩固伊家己本身诶领导权，哦，打美国，美帝国主义哦，有啊，真正要剪啊，打拢揪去啦，伊无遐戆啦。伊要做北韩的总统，北韩的领导人呐、啊，伊才要见，见那个就无去啊，伊绝对见输的嘛，哎、啊、也见嘛，未见啊。中国嘛，赶快，习近平做一个中央国家主席，伊才要见，伊都不他派一个，无见无代志，伊作威作福，啊，见那个就伊拢无去呢。所以你们个判断，他不会打，绝对未怕啦。啊，未怕安那，要安处理，叫叫的就好啊。啊，台湾要安怎用一个台湾的真正的地位？啊，即马甲老百姓讲，啊，人叫国际法哦，啊，台湾都毋是咱的吼，啊，咱对因较好诶，看有一天遐台湾人会同意讲将台湾送给咱咯，脑术啦，送给伊。所以台湾绝对无可能互中国摕，你免烦恼啦，真正免烦恼啦，足简单诶嘛，照法律嘛，即件事是恁诶。恁老爸登记伫恁老爸身躯顶，别人要甲你讨，敢无法度？无可能啦！要甲你占嘛，无可能。好啦，互你占啦。有一天总是爱行嘛。占你也袂使移转主权呢。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呢。其实讲起来无值钱啦。遮尔简单，就台湾人袂晓想的。台湾人三日乌白想，吼、哦，要独立啦，是要安怎独立啦？什么叫独立？两个物件合作伙拆开叫独立啦。啊，你
台湾有甲中国合作的无？没有啊，从来不是他的一部分啊。啊，所以台湾要什么独立？你没有办法。那台湾甲什么人合作的？日本天皇。啊，所以美国跟你讲哦，台独代表战争，替日本天皇讲话呢。钓鱼台，美国讲三摆，伊安怎讲？钓鱼台的，就是讲尖阁群岛，尖阁群岛的管辖权是日本政府。至于钓鱼台的主权立场，美国不表态。国共击败，钓鱼台的管辖权是属于日本政府。钓鱼台的主权立场，美国不表态。钓鱼台上的日本天皇的啊，这简单啊。但美国，你来读过册以后，对美国你讲啥，你等于也要看报纸，包括那篇。你们念了书以后，最好的一个目的，回去看得懂报纸，别国再飞去啊。啊，所以呢，你爱各位吼，你等于吼，袂当干啦，你家己一人知，啊，其他人拢唔知啊，这样也不好。爱乎你边个人知啊，我无叫你牺牲性命，我无叫你讲去拿刀拿枪去革命，没有，我甚至嘛无爱讲叫你去行街头，你拢免，做领导就好啊，吹冷气、看电视、坐碰椅、吃水果，安尼就成功啊，安尼无好嘛。但是歹势，你爱较厚话，爱加讲一寡，啊讲袂听咩啦，无要紧，你不爱听，你不爱相信，好，甲讲一句话就，过两年你就知，你试看卖啊。到迄个时阵啊，我讲他后悔莫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到台湾啊，2000名最少，拢总会偌济，8000名左右。伫对，青山港。加山含 AIT 都800名海军陆战队要进驻。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AIT 本来有450名，现在剩40个，没了呢。啊，为什么没去？因为内湖那个地方要变成亚洲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啊，要变成军事指挥中心，有真侪中国人来，啊，真侪人，咱甲讲的时阵，伊拢惊一条呢，啊，有影无影？啊，但是你要看嘛，联勤促销遐，联勤促销什么意思？联勤就是部队呐，要建军的时阵啊，联勤要供应物资嘛，啊，无供应物资，啊，甲促销去，表示无要建军啊嘛，宪兵取消嘛，无要建军啊嘛，部队的 logo 取消，无要建军啊嘛，即满拢变玩具啊。啊、中华民国买武器，即马中华民国买，伊想要买，美国不爱买伊啊。美国想来买，不爱买。美国咱早甲咱讲过啊。每一摆若买伊上新的物件，过阵讲啊，中国就一套啊，甲你 copy 去啊。啊，所以呢，这代志愈来愈清楚。啊，即马现主席，伊中华民国军方足济代志，拢互用间谍罪去判，你有看吼、哦？报纸定有啊。哎、欸，啊，过去甲咱讲反共抗日呢，你唔通袂记呢？啊，即卖呢？即卖拢过啥？要回归因中国呢？啊，马英九因老爸人，因老爸拢甲你讲实话啊！伊甲因老爸甲你讲啥？终极统一，终极统一怎样？后摆一定爱统一嘞！你看着鬼嘞？你怎么统一啊？我都毋是你爷，我咧统一。啊，所以好被统一会使。阿拜若算是中国人，你拢转转去，你去并统一。我台湾这个土，我免甲你统一啊，因为我都毋是你的啊，我是日本天皇的啊，所以咱嘛爱找一个主啦，讲较白的，你要找一个老板啊，安尼老板啥？日本天皇啊，啊日本天皇啥物人做主？美国爱做主啊，你比如讲你讲贱卖，啊人好势好势，你讲拍败要创啥？啊讨厌！哎，全世界会当拍去甲美国，甲美国拍到歪国起出来是？敢若咱日本人呢？咱日本人你听有啊？我讲你不一定听有啦。啊，前两礼拜野球比赛、棒球比赛，你去无？迄阵日本队对迄个中华台北有啊？咱拍赢拍输？你也无？拍赢拍输？哦，好啦，我即摆甲恁骗拢骗你袂过啊！你莫讲你拍赢，迄天迄第几局的？
迄、那个普通班你上课是五十几个款，上课嘛，伫遐你看，五十几个啦，上课嘛，我著点，因为我是拢上课时候我去食饭嘛，我伫遐咧食面，哦，大家围一堆伫遐咧看咧，啊，最后的时阵哦，本来平手嘛，最后是本来拍一个红人，所有遐人啊，啊，输掉了啦，我是啊，我面食一半哦，食袂落啦。我肯来讲，你们再讲一遍，啊，输起来呢？对啦，好，你今晚拢讲赢，没有证据啦，今晚拢讲赢啦。我随甲因讲啊，我咱什么人？啊，伊讲哦，啊，那你赢啦，我们打赢了啦。中华台北就用台湾人去拍输应该嘛。我们怎么可以输呢？日本人打赢呢，那是日本人呢。这头脑，我讲你哦，六十八年的教育哦，洗不过啦。我跟你讲，你唔能安尼讲，你唔相信哦。你家己有哪等于吼？恁即马等于要，还佫会拄着足侪足侪代志。啊，足侪代志，爱小想诶，要讲甚物爱小想诶，有真侪陷阱，你著根本就互你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啥，讲到底是安怎？所以呢？以后嘛是同款，以后呢，咱台湾这块地位，咱即马逐个拢直接去上课，拢已经足清楚啊。你处理以后啊，唔通阁受到遐不正确的资讯啊，阁互你阁变无去，这是非常要紧啊、哦！啊，因为我对这少年啊吼，我寄予众望啦、啊，因为这少年啊，都爱先来觉醒啦、啊，爱起来，啊，少年啊起来，啊，咱这老的吼、啊、来带领他们。因为后摆我看吼，即差不多，那照我安尼目睭甲看，拢差不多目迄个头毛拢乌的啦。不过我的头毛乌的是假的啦，我有染。啊，即头毛拢乌的啦吼，啊，就表示讲少年愈来愈侪啦，哈、啊，年轻人越来越多。啊，咱即摆训练呢，即、这个做初级班只有三千几个，啊，高级班呢，甲即摆差得要两千。啊，我估计啦吼，那讲安尼一期拢三百个吼，也免几期啊啦。啊，小不是半年内底都会达成任务啊，所以美国嘛，知影讲咱即马三百，伊嘛惊着啊，他赶快要政权要交给我们，咱甲中华民国无冤无仇，啊、哦，不是无冤无仇啦，当然有仇以后再说了。但是咱甲中华民国，咱无要接伊政权，伊政权爱交向美国，啊，咱是向美国接政权，所以这代足清楚，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不必吵架。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对咱啊做台湾政府、台湾民众哦，他们讲啊，很客气呢。好、哦，有真侪代志，我是不爱讲尔，但是有真侪，我在观察，伊哦唔敢对咱安怎。但是呢，你咪卖讲安尼哦，啊种为同心同心哦，他们讲有一点过分啊，当面甲挑衅，这不好。是咱去分那个简章去分 ，DM 去分哦。哎、欸、呀，现在无人提吼、哦，这个，我讲恁这当提等于领导等下顺分给人，啊，无人来提呢，啊，有提下手我看，拢提一张两张吗？哦，好啦，但是我讲吼，唔通搞浪费啊，这是血汗钱哦，哈、哦，好啦，嘿，对啦，多谢啦，等下吼，拢替在恁提，啊，这血汗钱啊，唔通搞浪费嘿，拜托哈，为着要应这哦，我都爱吃馒头一个月呢。哈，这哈、哦、你提上这一本哈、哦，因为咱这份主要是你甲咱台湾人讲哈、哦，你无多证明你是台湾人啦，你不要证明你台湾人，你的护照顶面是啥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你的身份证是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华民国，你的钞票，中华民国，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无多证明。所以我们台湾政府接政以后，我们会发行正台币，然后拿身份证的人一块正台币换一块的新台币，还好吗？但是那中国人，因为你在1949年6月15日你用一块的新台票跟我换40000块的旧台票，我现在要给你换倒回来，要400000块的新台币换我一块的正台币，还好吗？
但是我提出严厉的警告，你袂当替你的朋友换，你若替你的朋友换，视同贪污。啊，贪污安怎？啥物？我恁家己讲的，当恁讲的，恁讲的。啊，但是吼，那上你家的钱，你有偌济，我换偌济给你。啊，一颗正台币，我打算要让它等于一块美金，赚足济的，我跟你讲。所以，过来，那你这某政策呢？哈，台湾政府的政策呢？那对全台湾很主席有80万的大学生的助学贷款，一律赦免，免国缴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的那个那边接政应该很快啦，大概一两年会完成啦。啊，那一完成的时候哦，啊，即马学生囡仔甲迄个中华民国政府啊，啊借来迄、那个。啊，做贷款哈、哦，已全部赦免。什么话拢免讲，就是赦免，你免交个个缴啊。后摆恁政府呢，为幼儿园开始，甲读大学、读博士，拢从政府甲你供应，互你去读册。台湾人才有这种待遇哦，我先甲你讲哦。啊，过来，本土台湾人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免钱送你一栋房子，互你去住。但你袂当卖哦，袂当卖哦。哦、啊，你结婚的时候换比较大间的，较大间的，啊，好冇？哎，恁干那拢即摆吼，恁即摆干咧享受尔啦，啊，恁拢无要做义务的啦，啊，你的义务是啥物物件？招人来申请身份证，我阁甲你讲哦，美国也就讲过、哦，你不能帮他付钱哦，你袂当哦，我替你出1000块，你来申请，啊，后摆民那个台湾政府哦。因为申请那么行5000嘛，啊，行5000才算我的，袂使哦。我先跟你讲哦，因为国籍哦，迄时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自愿、意愿加合法这三个条件。你袂当，我比个有交代几下摆哦，你袂当讲替你的朋友出迄个1000块，不要哦，可以家己自愿要做，他摕1000块。啊，若讲啊，我都无1000块免啦，无要紧，较慢的，等下你赚到1000块再来办。但是41万人啊，我想过41万而已。那现在已经达到1万人了，很快哦。51期原来8000，现在到1万人了。现在、哦、速度很快的呢、啊。所以呢，所以我是相信说、哦哎、对啦，现在呢，咱现在已经到1万人了啦、啊。所以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啦，就是说咱台湾地位、哦、会一定会达到正常化，而且正常化呢，除了就讲恁大家在这里上课吼，恁一定爱摕一本《新台湾论》。《新台湾论》无会举手，我看卖啊嘞，你唔敢举嘞，好咩？哈？好、哦，安尼啊？哦，安尼是卖书的人不对。哦，嘿，应该吼。应该会有啦，你等下吼、哦，休困了吼，迄、那个卖书用啦，迄本你来读啦，因为我上课我都讲啊足济嘛，啊你就爱去读啦，啊我甲讲一寡重点，互恁知影，但迄本册一定爱去读，欸你买回去吼、哦，爱读呢，你唔通讲买回去囥喺桌顶讲吼，哦，足大本诶啊，好，圣经也要念，圣经嘛爱读，对不对？我跟你讲，无一定爱读啊！我跟你讲啊，迄本读完的举手，已经读完的举手，读一半哈。同我跟你讲吼，你若无上初级班甲高级班哦，要读完哦，他们讲要一点时间呢。啊，有真济代，你若我跟你讲，万一若讲你看啊看无意思咩啦，我跟你教方法。读三摆，慢慢啊读，读三摆，读一摆，读两摆，读三摆，读三摆以后，我估计哦，迄内底所写的意思，你就开始懂。他们讲我那想讲哦，哦，我那遐好写，写到大家拢看无。因为李秀莲讲的，李秀莲我记者去访问呢，伊讲哦，那个林志升太聪明了，他写什么我看不懂。吼、哦，
我听了足受个，啊，伫报纸写呢，报纸甲写呢，李雪莲讲的啊，哦，伊讲那林志升太聪明，我真正比他聪明呢哦，我写什么他看不懂呢，哎，可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呢，哎，看无呢，看可怜，所以你若看有以后啊，你们比李雪莲厉害，对不对？你们等于是念了哈佛毕业，啊，可是博士，哎，博士。对不对？我跟你讲啊，有心跟无心啊。李雪莲跟我说，说，哎，你台湾民政府啊，啊，美国老先生，你白纸黑字贴出来，我就承认。啊，好啊，你既然这样说，你不去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议长说嘛，哦，我就很不服气啊。我说好，本来哦，那张证明的公文是在我那底下放三年啊。我不是来讲，我不爱太早贴出来，我不爱太早贴出来，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仇恨到底对一个人是真正真心要来替台湾人做代志，还是讲因为我知影讲你有迄张公文啊，是已经会完成啊，所以我才来仇恨。拢会安尼嘛，所以我就提人不爱提出来。因为李雪莲啊讲好提出来，我甲你甲迄个咱的局长讲，提我看，看了伊安怎讲，伊承认，因为我承认呐、啊，这个美国官方啊已经承认你们台湾民政府了，可是我不想当美国人了。为什么他不想当美国？因为台湾的身份证哦是美国印的啦，啊，所以他不想承认啊，所以讲哦，我不想当美国人啦、啊。你看到鬼样啊？身份证在美国做的，安尼就美国人。啊，我上好印到拢没有一个东西是 made in USA 啦，啊，印到嘛这无嘛 made in Japan 的啦，啊，那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人。迄是台湾哦，头脑歹个是台湾无地方讲嘞。啊，我来讲也假狗，我跟你讲，啊，无低啦，真正无低啦。所以你看，恁家人去选一个无低的人去做恁的副总统，啊，有见效无？啊，你有选无？哦，今晚拢无，今晚拢无，大家拢无。有去选举的人举手？有去选举？哦，你啊，看你啊，恁吼，恁去选举哦，恁害台湾啦！我跟你讲啊，恁今日等于吼。你等于吼，伫恁家的门口吼，啊，罚徛一分钟，自我，爱自我忏悔，安尼好冇？好，举手。我讲吼，你若无忏悔，你会巴肚疼，我先讲哦。好啦，迄、那个伫这个欢乐之中啊，咱的高级班啊快要完成哈、啊，啊，非常恭喜各位啦哈、啊，恭喜各位，就终于拿到了我们的高级班的结业证书。这是非常的了不起、哦、也许外面的人不知道跟你笑，但是我跟你说你要有信心，我们是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这两个政府现在目前是同时存在，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是美国军事政府，那台湾政府的顶头上司 台湾政府就是像、日本台湾的总督府，我们的顶头上司是日本天皇，但是日本天皇暂时对台湾没有管辖权，但是不表示说台湾总督府官制不存在，而且整个的法理，所以恭喜各位哈、啊，已经摕到这个啊做结业证书啊，我这节课要甲这个所在来结束，啊，过过呢，咱的中立呢要甲大家人啊做一个迄个闭幕式，啊，闭幕式以后。啊，未翕相的人，他都啊翕相，阁是大概拢有人闹交，足奇怪。讲几波嘛是有人闹交。啊，未翕相的，三点半以后去大门口啊，阁再一摆翕相。为着恁哦，即个干部拢爱阁伫遐等恁，等甲你去。啊，未翕相举手我看，还没有拍照。哦，遮济啦，我咩吼？他那叫恁讲过，恁不爱去。我阁讲哦，三点半了翕无着哦，你自行负责。来下课。请起立。今日，各位请稍等。咱即阵就无下课啊，总理继续闭幕词，好，请坐。